前头在摩道农会经销部的仓库是满满拢是文旦农委会为了稳定着摩道文旦的市场，继续今仔日开始补助收工着100万台斤的大粒的这个文旦。伫摩道农会总干事孙祖斌表示讲，大个的文旦比着一般规格摩道文旦，果实来了较大，品质嘛无一定歹。收工着大个文旦，当稳定着摩道文旦的市场行情。大果是我们有分哦，就是你啊新长的大果，还是讲老长的大果，其实不太一样。你啊老长的大果，其实品质都没卖啦，啊，然后新长的大果去等哈，可能就是也年份它不高，也口感上它不雅好啊，所以哈，就得问了改伊起来这加工，希望就是说可以提升咱的产品的价值。而这个总干事表示讲，所有收港的大果会经过加工，未了解到市场，而果皮当提炼精油做成着美药片，而果肉当做成了油啊酱，果会当来洗身躯、洗头毛，而且用品加冰品。那这些大果本身，我农会这边就是本来就有做很多加工，包括就是柚子茶，然后我们的皮做美药片儿，然后包括那个柚子生都有。然后现在我们今年还特别就是找到厂商哈，要帮我们抽取精油的这一块，所以收这些大果之后，农会这边会认真在加工的这一块来把它做好，然后做更多东西，让这一些可以有一个好的通路，然后价格也让它好一点。南区分署那边，农会所那边有媒合一些加工厂，他们也要拿回去做一些加工的一些产品这样。你今年中秋节鼓励白露日是愈来愈接近，反而继续受影响。农委会是启动着大果的这个文旦的这个收工，撇边着出去聘请入去着市场。农会嘛表示讲，今仔开始到8月4号截止，如果缴的数量无够到100万台斤目标，阁会开放第二批的这个收工。南面新闻台上毛道采访报道。